在这个时候哈，这个它改过一遍。我们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地方哈，开枢胸哈，把它气动开，然后你看，来你背部动些导气的，你这样好，来好，这样好，要这样，这样好，这样，好，为什么呢？它对张力量，你抓我。啊，那摔你这边，然后快弄过去啊！第一就是对张，重量这样子，它是一个力量的用法哈、啊，它就是开空气的哈，看见空气。然后呢，当我们转过来的时候，转过来的时候，动作哈、啊，爪子压下去哈、啊，如果是单手用，好、啊，你看压哈。啊你手不要动哈，你手这样，然后下去，它就看到这样，一好，然后放下去，它就打，对，放下去就打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对，看懂吗？好，然后直腰，因为它是半月力，它必须动的做好刺，或者刺，这样才行。它可以重复采用列出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力量。所以在打人的时候，这样看，那就这样就抢。OK， 好。